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:35，加权指数今天出现大逆转，开低195点，收盘剩下39点而已。昨天中国正式反击了，结果道琼大跌了617点，最多还跌到700多点。所以就说啦，无稳赢啦，美国没有稳赢的，真的开打下去，这叫两败俱伤啊！这是两败俱伤，没有说单边赢单边输，没那么回事。昨天中国发布了，原本已经加征600亿商品的关税，这600亿再加税，其实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大陆已经没交啊了，大陆已经没有再多的东西了，他没有像美国说500亿之后再来一个2000亿，2000亿后面又来一个3000亿，还在规划。美国是一波一波一直出来，那大陆一个600亿之后，只能从原本600亿再加码下去而已，所以可见的大陆已经是没招了。可是昨天大陆也讲了一句话。加关税不见得都是我吃亏，我受伤一层两层，美国是伤更重，因为你关税加下去之后，物价直接反映下去，真正吸收谁来吸收？美国的企业、美国的消费者，他们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呢、啊，所以加关税，美国你占不到便宜，反而你吃亏更大。话是这么说，没有错啦。可是大陆你这样讲也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反映在物价上面，那美国消费者少买东西，你也是吃亏嘛，啊，所以不需要逞那种口舌之快，两个强国两个强人互不相让啊，这样不好，这样让我想记起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哦，两只山羊在过独木桥。碰到之后，互不相让，到最后谁都过不去嘛，是不是？甚至如果吵起来、闹起来，那都掉到水里面，没有好结果啦。到最后还是要各让一步啊，到最后还是要各让一步。你看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，因为盘中传出来，川普说改口了，他还没有决定要全面关税。哦，这句话一出来之后，整个买盘又回来了。欢喜欢斗啊！今天欢喜欢斗，没有能够想，无人会当事先知影讲伊咧想啥物，真的是没办法啊。所以我说可惜啊，原本道琼这一根连续两根冲天炮，在这根没出现之前，这两根冲天炮其实已经是铁打的底部了。没想到川普自己再来一句话，再增3000亿。把自己给打挂掉，那把自己给打挂掉，那打下来之后，目前这里正好是在年线的位置，啊，打下来之后正好在年线的位置，刚刚好，年线半年线都在相同地方，所以道琼再来做年线最后的防卫战，年线到底守不守？那接下来就是关键了。如果道琼自己连年线都守不住的话，那整个行情就会更差，因为年线破了之后，就会正式进入空头。我想川普自己也看得懂啊，没有那么笨哦。哎，可是你仔细看哦，今天反而美国大跌之后，大陆是不跌了哦，大陆今天一直都很稳。那你再仔细看清楚，大陆其实从美中贸易战这一天5月6号开打之后。哎，大陆它是一直在盘底啊，大陆一直在盘底啊，反而道琼在贸易战开打之后，贸易战开打之后，道琼是跌了1200多点，台北股市在贸易战开打之后，我们也跌了700多点，反而大陆是在盘底的，所以到底贸易战开打，到底谁重伤？到底谁重伤？大陆的跌是五一假期前
卖压就已经出来，就已经蹲下来了。开打之后跌这一根，警戒就不跌了。你们看到？感觉上好像大陆是居于弱势，可是大陆这段期间其实是没波哀哦，它在打底的哦。那两强在抗争，台北股市反正跌了700多点，所以谁重伤啊？谁重伤？还有的讨论的哦。对，道琼也跌了1200多点，拿打可开打之后也跌这么多，费城半导体也跌不少，哦，所以到底谁是吃亏的？要你猜哦。好，那现在大家都回到年线了，我们刚刚看到道琼也回年线了，大陆股市也在做年线保卫战，已经七天了。大陆年线保卫战也已经七天了，那现在台北股市也来年线了。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结束了哦。虽然美中贸易战没有结束，还会继续口水，哦，可是整个股市的跌幅跌势已经结束了啊，因为全部都来年线了。你看今天欧洲股市一开盘之后，欧洲股市已经开始在大涨了。台北股市今天这根棒子叫什么？这根棒子叫冲天炮，冲天炮，高档掉手线，底部冲天炮，这个都是反转的讯号。你看前面这里有一根，有吗？前面这里有一根，夹起去，冲天炮。但这种冲天炮棒子越大根越有力，撸大鸡撸烂。今天 OTC 更强 ，OTC 从开低2%多逆转。涨了 2.9%，OTC 这根棒子冲天炮更明显，啊，这根冲天炮棒子更明显，但反复打底难免，可是整个跌势这一波的插曲，川普的插曲，在股市上正式告一段落。你不要看今天小 OTC 小涨0.29%，加权指数跌39点，今天可是有10家涨停板。有50家涨5%以上，有120几家、122家涨3%以上的，很多跌升的股票今天都出现大逆转。最明显的，玉金光从大跌变翻红，6462神盾，神盾昨天也是大跌，对不对？也是出现大逆转。今天很多大逆转的股票啊，很多大逆转的股票，所以昨天就跟大家讲过了，我怎么讲啊？不要再追杀过低了，不要再追杀过低了，你很容易会杀到地板去。我觉得说这是一个赶底的行情，果然今天出现大逆转，不可以再空了哦。你还在空，照着应该在空啊哦。我在四月就讲了，四月中的时候我就讲了，财报发布期间涨高要避，只能买底部，甚至于你可以买底部绩优股，空高档绩差股，两个极端。我在四月中就说了，你看我20档地雷股，四月18号，我就鼓励大家找业绩烂的股票去放空了。我不知道你有做不？你知道这20档地雷股，这20只，这20档全部都大跌，对四月中以后全部都大跌。我叫出来给你看，你看哦，我叫出来给你看哈，阳明光，从4月18号。4月18号是这一天大跌，6462神盾，4月18号以后是不是大跌啊？从我推出20档地雷股之后，梁维现在在补跌，对，6283淳安，你看是不是大跌？8431汇赚科是不是大跌？4976嘉陵也是大跌。立志跌更多，对四月十八号开始放落去腰斩，对我们会员放空的精彩，也是放落去。5349先锋也是放落去，拢对我讲完了，四月十八号开始。3234，对光环也放落去，每档都大跌啊，20档地雷股档档大跌的，3362先进光全部都大跌。啊，包含6111，对大禹之，我们空的联雅，对空的联雅，300空诶，年限波掉，对3406玉金光，是对4月18号开始落我今日，对500几块落我剩300几块，
4728双美啊，也是崩了两根跌停板。3163布洛威去崩了，拢对四个十八号讲完了，我讲完之后全部大跌。那你这段期间有听我的话，练习放空，用空单保护多单。我也不知道川普会来这一招啊，啊，摘的好个啊，对不对？摘的全部拢来扛落去啊。可是这是机会教育，当行情大涨后，遇到财报发布，你要养成多空双向的策略，用空单来保护多单，空业绩烂的买底部绩优股，两边同时做，这种是最安全而且是最恰当的一个策略。但行情跌到这里来，大家来不是要扛的啊，哦，结束了，要开始上来了，要开始上来了。那我空单3508这个我还没补，因为我在等财报发布，发布完之后我再补。337是精彩细材扣康软啊，这也不用补啊。3081啊，这个补掉了。38康年线报，3105文茂财报发布放空反弹214放空，这涨已经补掉了。接下来不可以再空了，要开始反多了。那当然反多你不能乱买，你不能看到大涨就买，因为美中的贸易战不会落幕，还会继续喷口水，所以中间的夹心饼干受制于美中贸易的你不能碰，尽量买不受影响的业绩很好的。有哪些是不受影响？意味去赚钱啊，我一直跟大家讲赚钱，对不对？包含今天强棒出击，今天强棒出击我也是推荐赚钱，今天强棒出击9:30的时候我也推荐赚钱。我们昨天已经开始在买赚钱了，9:30推荐之后是不是一路上来收最高，昨天也买今天也买，你看是完全美中贸易战完全不受影响，这个是受惠的股票啊，这是受惠的股票啊。因为赚权它是在台湾生产，工厂在台中生产出来之后销美国，这次 25% 的关税工具机是里面的一个，大陆销美国的工具机要课 25% 关税，赚权不用，所以不用它是不是受惠。我之前也给大家看过，我们赚权已经讲了一段期间了，而且赚权有它固定的走势，对，赚权有它固定的走势。我们第一次48551买61块钱先出一次，整个周期走27天26天26天27天 double， 我说这次我在等27天的落底，我们来看27天落底，一，我在等27天的落底，1234567891011213456，对哦，来，对，1527赚权。1234567891011121418192021223252526272127，今天第二七天，所以喷出去了。下午财报发布完之后，一股如果赚2块钱以上，还会再喷出。你看去年业绩7.48历史新高，股价反而是在低点啊，在低点，就股票丢啊。业绩又好，股价又低又便宜，美中贸易战它又是受惠者，谁就有丢啊，找这个对啦。所以尽量找业绩越好的价格越便宜的，尤其美中贸易战是受惠的，这熊战啊，这熊战。现在6670富盛应用也大涨，因为 MSCI 这次在整个权重调整部分，加权指数台股是没受影响，可是有10家公司被纳入成分股啊，这10家公司你们可以去查哦，啊，这几档都是神盾呐，那包含旗宏6670富盛应用也在列入，那富盛应用
因为外资在操作，他们有一个习惯，他会参考 MSCI 的比重分配，如果没有在 MSCI 里面的，他们不怎么会买，然后他们会参考 MSCI 比重来做投资。原本富盛医用不在 MSCI 里面，那现在被纳入了，纳入之后接下来法人资金会开始归队了。这个股票感觉就好哟，16.85 创历史新高，本益比才10倍而已哦，啊，这个要注意哦，这个要注意哦。2027大成钢，大成钢也是美中贸易战受惠的，因为它在大陆，在美国是零关税。不锈钢第三大，铝板最大，它是零关税。第一季的 EPS 0.95，哎，跟第四季差不多，哦，符合预期，本益比也是7倍而已。45块给买枪哦，你看美中贸易战怎么打，它都没受影响，一波枪就进嘎仔啊，那是受惠的公司，好，那是受惠的公司。6488环球金今天开低回平盘，虽然没供出去，可是5483中美金已经供出去了，中美金连供三天了，因为昨天老板出来讲话，中美金太委屈了，持有50%的环球金，光是环球金的总市值1400亿，一半都有700亿，中美金竟然只有400亿而已。他这样一讲，果然让大家一比较，哎，确实是有效哦，所以很多人去买中美金，连外资也大买中美金。可是环球金不涨，中美金涨不出去，懂为什么？所以回过源头来，重点还是在环球金。环球金，我们这一次298、325买，我们在上礼拜五350卖掉，我会再接回来，这里要打底啊，这里要打底，趁打底的时候，咱到底来低接啊，趁打底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低接。想要操作环球金的，来找林德燕，咱到底来走。捷力今天开低走高，你看果然不受影响，美中贸易战人无影响，因为股价在五个月底部。股价在五个月底部，同时第一季的财报 1.98 也创下历年第一季的最好，所以找那种不受影响、业绩又好、股价又在底部的，哎，走的对吧？这个盘川普的插曲、美中贸易战的插曲已经告一段落，股市将要开始回升，你们会看哦。你要买对的股票，买底部绩优股，尤其是美中贸易战受惠的，欢迎加入行列，让到底来探集。我们的服务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，祝您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